操叫做跳来跳去。这样好像是打耳的，你会觉得是有打到是有麻烦掉了，没有啊，糟糕了，糟了，谁来帮我接一下？我原来是这样子，是你我好，其实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呢，你就要不害怕，因为小心一点。啊？太久了，在做事，有点走神，又跑速，他没有指令，他没有指令，老师那你会跑吗？跑什么？边跑边做呗，他边跳边做。我又不是杂技。好，好，今天不单是介绍到这里为止。好，那接着呢，我本来想把火发下去。好，那我现在每班两个同学，好，我点，刚才有回答问题的，回答对的举手，对不对？哇，有谁回答过问题的，而且答对的？哪位？好，你，好，你请来，好，好，好，看谁？有没有关系的，老师点到了就去了，好，那我先看嘛，老师点到了就去，来，每班的。4号跟12号，哇，12，还有第二轮，来，你站在后面对不对？好，4号到12号，请来这边，请来这边，好，请你伸出你的食指，举住哦，食指操作来，伸到放脖子里面，放脖子里面，好，伸到脖子里面，食指放到脖子里面，食指。不要撞他，你看他脸色。好，来，还有谁？好，来，唱歌。好，可以。好，看我这里来，学，我再说一遍。食指放脖子里面，第一个做这件事情来，拍拍手可以吗？跟我一起做，拍拍手。好，不要动哦，不要动的，拍拍手。好，来点点头，点点头，来，手不要动，点点头就好，食指点点头，好，拍拍手，点点头，快点，男的搞得怎么样？赶快跑，对不对？来，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刷到，不要这样子啦，这样很笨，不是这样，就是拜拜，这样子，一闪一闪亮晶晶，啊，错了，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我这样会拍，啊，会大家看来，会大家。再做一遍哦，来，拍拍手，点点头，快点，快点，算哦。好，再来，我们教个难一点动作，准备了，拿出两只脚，请把一只脚拿上来，这样子，好，先蹬，好，之后呢，把它按住，两只脚都按住，它变劈腿，看到没有？劈腿，好，把它放平了，手伸到前面，你眼睛前面对着观众。好，对吧？不要对自己，不要这样子哦。直的手拉直，好。之后呢，请注意了，错了，来，你的手放在这里。好，按到之后呢，是手一放，两只脚会交叉，这时候不要停，就手臂哦，不要动手腕。啊，这样，轻轻的就好。来，我们做一遍，来，手打开，平的，你不要这样子哦，你不要歪的，来，平的，好，一。二就开始开球，不是手腕了，是整个手背动啊！一二三，好，很棒，有了。有了。有了。对不对？比我刚才这个动作简单多了，这是跑步。好，这样没问题。好，没问题。好，现在每一班的女生同学要开始20号吗？14号。十四号以后啊，17。二。好，来，刚刚这个班的同学拿了。好，
下面的班女同学。看看他的操作技巧。
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可以做一点点的印证。那希望今天这两个两节课程可以让大家多多少少对传统布袋戏的了解。那这个活动是文化局的文化部的文资局的推广单子，那如果以后有机会会再继续谈到有关的场合跟大家做介绍。好，我们今天的演出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老师。也希望我们下学期或者未来有机会也可以在帮我们的学校排在计划当中来在我们学校跟小朋友们分享。好，我们再一次热烈鼓掌，谢谢。留下来看一看，好，分享一下，好，谢谢，谢谢大家。